我今天敲门他都不忘吗？你说说，我怕他咬我，我使劲敲门他也不忘我。妞妞，哎呀我妞妞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好了，回家走，走，哎，回家走，走，哎呀，那熊样的，看他熊样。走，快回家走，走，你不回家我就抱你小崽去了啊！快走，快走。哎呀，嗯呢，人家上家里呢。你看他，可知道了，他一声他也不忘忘，你说说。杀鸡啊，准备下去了。嗯、这杨奶奶准备出发了啊。最后的尾声。你整这些鸡上哪整啊？怪遭罪的。说实在的，真不愿意捣鼓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没办法呀，你说这些孩子们。也是，这总跑还跑不起，不跑他还挂着。嗯，你不吃这个？你不吃麻麻啊？不要这个。啊？啊，你不要这个。你看。不吃这个。他会闻味儿。哎呀，给个脚脚吃，妞妞，来吃脚脚吧。你看。哎呦我天哪，你咋啥你都明白呢？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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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还挺耐吃。啥不明白呀？就是多点馅儿呗，那馒头里头也给你和菜了，你说不一样吗？嗯，一样，那才会挑呢。哎呦我天哪，你给完饺子你再想给你馒头你更不吃呢，这糊弄人家。哎呀我的天爷呀，这个跳蛋鬼。你看跟他瞅着等着饺子呢。嗯，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。哎呀，这动弹的地方那么容易的事儿了，光说我不爱下去，你说样样数数的这个捣鼓啊，你咋整啊？你光说萝卜一大堆，屋里头的土豆，你管我说你年年挣多了，你就是不承认不是吗？你看看屋里头的这些个土豆子，这是多少土豆子？这好几袋土豆子，后面还有好几袋的白菜，哎。是那个原理，是人让他多了不让他缺了，你多了吃不了让他可以，你要是没有你说咱买还不方便，还扔了缺了，那让他扔他干啥，那费那个劲，一样就少种一丁丁点够吃就行，那谁知道多少够吃，就捡克点哪样也不浪费。哎呀我的天哪，人咋那么会算账呢。嗯，要叫我哪样都少种点，让他捡可点，啥东西都觉得都舍不得，都干哈？这花花花花的往外扔，扔的一多半的。我的原则就是人多不缺，嗯，多了就多了，这缺了，哎，这人他还怪呢，哪样没有他就找哪样，哎，哪样他他妈多了他不吃，少了我就找哪样。这些拿下去呗。嗯。这一袋子是这一袋子是做实验的、啊。哈哈哈哈哈哈。你有的还稀罕巴叉的，我杨奶奶那个留的菜有没有多余的？有多余的啥用啊？那么老远也没法邮啊。你这都是怕冻怕个啥的东西，这袋子。搁到菜窖里头，把土豆子都倒腾光了，把这个搁到菜窖里头，这点白菜，这今天就拿它做实验，搁菜窖里看看能放多长时间。有数的，嗯，我说这白菜呀，这点白菜你不说也拿它做实验吗？嗯，就是。哎呀，给我迎过来，让我看你的小崽崽啊！啊，妞妞，妞妞，哎呀，宝贝呢？哎呀，哎呀，你看劲儿的，你看看着我，我往这一躺，你看劲儿的。你看他干啥呢？那是。干啥呀？劲儿的啊！哎呀，
天哪，你看，赶紧过来瞅瞅。大多了。快进去吧，他都叫唤了。一天不管。嗯呐。这几天可能老啃老啃啃难受。啃难受了。啊。哎呀。那反正我扔下你，你搁这叫你的。要是抓抓两声，我就过来瞅一眼，瞅一眼，完了。完了叫唤了还想来瞅，完了还不想管。我跑小屋去跟我俩搁地下趴去，我说你说小屋地冰凉的，你搁那窝里趴着，他想他啃他。嗯呐。嗯。就躲开他。他按时喂，他要不干啥的话他不愿意趴在那，趴在那他小崽就得去啃他去。哎，你不知道那个你瞅瞅。那个果奶都咋样果，不是小时候那果来着，就一顿一顿的，嗯，一瞅，哎呀我的妈去呢，他可能奶还是有点不大够吃，可能。哎呀，五个像抽水机似的，哎呀我的天爷，一共屁大丁点个小狗有多少奶呀？哎呀我天，你看你听他呀，哎呀我天哪！好好看宝宝啊，哎呦不愿意听了，哎呀你看这个大耗子，我的个妈呀，这五张大嘴给小狗快给揪不死了，一个个的，哎呦天，这两天长老大了。狗妈妈也不容易呀、啊，啊，五妞，妞妞，妞妞，不理我，你看看那个一个个一吃起奶来，你看那小尾巴，撅的嘣直嘣直的，你那个好看劲儿啊！